大家好啊，今天的曲目我自己觉得还蛮艺术性的，那有鉴于这个艺术性市场总是事后才会叫好，然后看似叫座，当下大概就是一片这个，对，就是友善热情但愕然的眼神。但我们其实在决定了其实要来今天要来庆祝，然后也恭喜我们的一群好朋友，就是在这里就是要开始营运，就是 Live Warehouse 的这个重新开幕的事情。我们为了这一场其实特别排了为了这一场才有的歌单这样子，所以很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今天其实也很特别，然后就我其实没什么废话要讲，前两天比较惨，然后前两天观众真的很惨，你可以去 Instagram 上面问他们。然后但今天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特别想说的，大概就是想把握个就是在就是今年最后一场这个在台湾的演出，然后跟你们好好聚一聚，所以自己开心最重要啊。然后我们今天最特别的是因为这场表演很难得，然后 Live Warehouse 其实在我们心中其实地位也很不一样，我们真的很希望这里可以变成更多人可以常常来这边遇到好乐团的地方，对，所以我们就是还请了我们自己很信任，就是很常一起工作的，有好几个还是一起做茶水真言的这个伙伴，他们今天的摄影组基本上会帮大家留念，拍一下你们在茫茫人海中的样子，对，你就会发现茫茫人海不是人海，所以只要就是最每一个人都是人海的。然后讲完了，我说对啊，对不起。戴着耳机就是这样，因为戴着耳机就会有一种自言自语到 day air， 对，然后就是 day air 到天亮的那个感觉。然后现在这样的好多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跟别人一直有一个隔阂。对，希望我们这个下半辈子活着要记得讲话的时候要把耳机拿下来。然后今天的曲目就是这么的特别，然后我们除了我们的编制以外，这个里面的歌词还有特别为什么特别选这些歌，其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很特殊的意义，对，所以就欢迎大家就如果喜欢今天的曲目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原唱，我们真的就是那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歌。那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钢琴手齐伟，不对，我们的钢琴手旭章，是个走俏皮路线的人，但是正好走这个女巫路线了。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鼓手齐伟。下面这首歌送给我的所有这个家人朋友们，这首歌来自于莎莎的《The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 Ghost》。